诸位同学大家好，我们继续来学习群书治要360第二册第一单元君道。一修身勿改过。17人随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这条出自于卷五春秋左氏传中。那么这个一条啊，也就是说我们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圣贤啊，不是圣贤人啊，就是一般的凡人。一般凡人哪一个人没有过失呢？哪一个人不会犯错误呢？那这个必定啊会有过错，这个是一定的。那么犯了过错没有关系，只要能够改正，那么就没有比这个更大的善行了。就是能改过啊，就是最大的善，最大的善行。所以自古以来啊，古圣先贤在经典里面啊教人啊，就是改过迁善。那么改过就是止恶，这个过恶停止，那就是善。所以改过啊，那这个善是最大的。那么改过这个道理啊，在经典里面啊讲的很多啊，我们佛教净宗啊是三代祖师印光祖师啊特别提倡啊这个道家的太上感应篇，还有明朝颜了凡先生家庭世训，一般称了凡世训，安世全书。那么在了凡世训啊，他这个四篇文章啊，第一篇立命之学，第二篇就是改过之法，第三篇才是积善之法，第四篇是谦德之行。所以这个一部了凡四训讲改造命运，首先就是改过迁善。那么我们现前啊，这一生呢就能够改造命运，所以这个是最大的善事了。那么在了凡四训这个顺序的排列啊，第一篇是立命之学啊，是讲这个改过修善啊，得到改变命运的经验谈。那第二篇就是改过了，改过之法。第三篇积善之方。那么这个改过排在第二个，积善排在第三个。积善必先改过啊，所以改过迁善啊，那这个是最大的善的。那详细的道理啊都在了凡四训啊，大家可以去参照。我们就知道啊，我们都一定有过。那一般人啊觉得自己好像没有什么过失啊，那个是我们被蒙蔽了啊，被自己的这个过恶啊蒙蔽了心智啊。读了这个经典圣贤的教导，依照这个标准来修正自己的错误，这个才是圣贤教我们的。好，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祝大家福慧增长，法喜充满，阿弥陀佛。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欢迎订阅频道，开启小铃铛，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